年提到了强档大片将上映，对于高雄人来说，十二月还有新的影城即将开幕，可以期待。喜乐时代影城插旗高雄总图二期预计十二月正式开幕，内部的影城照也曝光。影城官方粉丝团公布影厅的开箱照，而新电影院还不只有一间。日前梦时代喜满客熄灯，接下来则会由秀泰接受。还会很棒、啊。也很近，就假日会来这边，然后就会去看。高雄朋友听得好期待，看看南高雄大力百货、印八九影城、大圆百威秀、总图的喜乐时代到台旅以及梦时代的秀泰，3公里的距离，只有五家影城分布在中华路的两侧，密集度高，还被称为是影城一条街。越来越变化蛮多的了，人多的地方就是很想要去走一走。高雄市它的地网还是在大圆百。好，那其实它会有一个磁吸效应，亚湾区嘛是高雄市的重点发展的区域，那它这边就是说它的腹地大，然后它的商家也多。近几年亚洲新湾区建设多，加上交通路网密集，以及不少百货商场商圈形成，也吸引影城业者往南高雄拓店。华视新闻消息许文南高雄报道。